大哥，我是本地的，我是本地的啊，别叫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好，谢谢啊。哎哎呦，你好，姐姐，你好，中午准备做什么饭呢？大米饭。大米饭呀。我能不能去你家也吃碗大米饭？可以啊。我没开玩笑啊。可以啊。真的可以啊。真的。你是干嘛的？你好，你是大哥是吧？是是是。啊，我是来这边玩的，咱这边风景不是好吗？啊。玩着肚子饿了，中午也没地方吃饭，我看在姐姐背个柴回来了，可能要做饭，来你家吃个饭，你看方便不方便？啊，好的好的，可以。我没开玩笑啊。啊，没事。真的。去我家吃饭吧。啊、哦，那行，那谢谢大哥啊！啊，你们很热情啊！哥哥，哎，这个你这两个是你的孩子呀？对对对，来来，嗯嗯，好好好好，谢谢哥哥。来来，走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哥哥啊，谢谢哥哥。就是你和这个大姐，你们两个结婚多久了？八年了。八年了。对。好，现在生活觉得过得怎么样啊？还可以。还可以啊。有肉吃。有肉吃了。对对。你们家养了十几头小猪，长大了不少卖钱。一只鸡，不杀鸡啊，不今天不吃鸡，不吃腊肉，就想吃个面条。我特别喜欢吃面条，好吧，姐姐。那不行啊，太简单了。哎，不简单，因为我喜欢吃嘛。你难得来一次，你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咱就做面条吧，姐姐，好不好？那你喜欢吃就可以。啊，可以做面条，这说好了啊。我看你家存了这么多土豆啊。不多了，这还不多啊，买一屋子了都。你家狗啊，那个是你家狗吧？是的。他刚才我过来，他咬我，对着我叫，我说本地，我是本地的，不叫了。大哥，哎，你这是要给我杀鸡吗？对对对。不用啊，不用杀了，哎、大哥。哎呀，你可来我家，怎么可能不吃肉就不行？哎，那不吃肉了，真的，大哥，听我说，这个鸡子呀。就剩一只了，对对，你看把唯一的一只鸡子还给我杀了下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不行，这个那可是懒都来了，这个鸡子太小了，等大了再吃行不行？啊，那就不行，那就吃我家老鼠多老鼠，腊肉啊，腊肉也不吃了，我就想吃点面条，听我的，放里面，大哥，放里面，听我的，放里面，好不好？奶奶这是要生火啊。
是吧？咱也没有什么好回报人家的，生活用品。这个衣服给姐姐的，这是牙刷牙膏，好看呐，粉色的，年轻10岁，一二三，茄子。